你能帮我介绍一下那个工具吗？那些，对，那些不是有捐赠工具。之前就是，天葬台的工具，那个砸碎骨头的地方，锤子，之前那个锤子是很早的，是就这个最早的，石头做的锤子，以前那些都是铁做的，铁的，对，这个是这后面的，之前都是，都是之前的，以前的，应该用了好，用了几十年，上百年，三百多年，三百多年了哈。哦，这一只是可能最近的哈，这是都是最近前几天的，或者是有些前几天的还没有，还没有风干，啊，风干好我们都上来了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慢慢这样子排过来哈，对对，这些，这年纪大一点的有，小一点的有都有的，哦，小的年纪大的，部分年纪大小，部分男女，都在这里，我们这里保存起了骷髅，原因就是。记得生死，要看了后，每个人都是会死去的骷髅嘛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以后都会。对，就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嘛，人嘛，啊，生老病死啊。生死，活的时候。但是他知道是哪一个是谁名字哈，都有记录的嘛。没有记载，那他亲人怎么来找？比如说他要想看，没有这种习俗。哦，没有这种习俗，他不会来看的。他基本就是可能挂一个牌子呀，一个位啊这些。去世后都是那个，都是。啊，不错。哎，这个是干嘛呢？这个，这是也是天葬台。砸碎骨头的。哦，这里砸碎。以前的。新弄的。啊，这个是新弄的啊。哦，哎，刚才你说的话，像这里是不是有分的嘛？这边的话是稍微好一点的，还是说，那个是正常死亡的，正常死亡的，那是意外死亡的，就是意外死亡的，就是说正常死亡的话，不管人好人坏，反正都可以，都不分，都不分，啊，人好人坏，去世后，他们的灵魂，哦，这些还是那些碎骨的，对，我是有点，不还好了，不过都是正常的人嘛，啊，就这样子的。你刚才说的是，下面是有一个叫什么我忘了，坛城就是埋在底下，所以这个石头就有冬暖夏凉的作用。那你们有没有验证过啊？就是说验证过，确实有的。那你怎么知道？就是摸一下。不是包，冬暖夏凉是这样的，尸体冬天时候再放一晚上，就尸体冻的时候放一晚上融化，夏天时候尸体腐烂的时候放这里石头上放一晚上就。第二天就没有那种腐烂。哦，你是说那个尸体附在这个石头上，冬暖夏凉的作用？对，我们也验证过，这里到了尸体的时候放在这里嘛，夏天的时候现在时间嘛，尸体有点腐烂嘛，换了正好有。哇，真的很神奇。天大的很有那种腐烂嘛。对，是天气大热的时候。一直没有嘛。就是这个尸体作用。这个尸体作用。就验证过。但是。你天葬的话，应该是那个尸体要腐烂嘛，那个土就才吃的嘛。土就才吃的。但是你这个起了冬暖夏凉的话，那个尸体不腐烂，那土就不吃哦。对。但肯定是让它多存几天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我们这里腐烂的时候放一夜，第二天就没有腐烂的。哦，第二天没有腐烂的了。哇，真的很神奇啊！那些是什么东西？那些布啊，那些东西是？这是那些衣服吗？还是他们的以前就是绑尸体的啊？哦，那些布是绑尸体的啊、然后这些是那些什么？这个是毛啊？对，这毛干嘛的？这个那个秃鹫毛掉下来。哦，秃鹫的毛，哇，这秃鹫好大哦！秃鹫毛掉下来的，哇，这个正常死亡，这是非正常死亡，什么打架斗殴啊？打架斗殴车祸。车祸啊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他们是没有资格上这个上面的，但还是有分的嘛，有分的嘛，但是分的比较大类哈，我们为什么分这两种？这分两种是非正常的打架车祸，就是他们没有珍惜好自己的生命，所以分。对对对，这有道理，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说得很好。还有发现在这里放了一些辫子，是他们的辫子吗？辫子是为什么放在这里？就是因为
你发现没有，就飞辫子都是黑色的，都是年轻人，都是年轻人，所以有年轻人去世的比较多一点的，看在这里后，年轻人要珍惜一点生命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得到一些启悟哈，对，对，应该是这样子，珍惜生命啊，就生命没有第二回了，对，不错不错，有道理有道理，那个那最早的那个骷髅呢，看得到吗？就是那，不不，最早的那一个哦。最早的一个是哪一个是分不出的、分不出来的，就是这一批一批的。我们是这样的，以前的最早的骷髅嘛，在这里以前有很多个，应该有三千多个，三千多个。他们这样说的，是文革的时候很多破坏过，被破坏致死的。很多骷髅那个扔到那边怒江里，剩下了这几个骷髅，这几个说是最早的，最早的。这个，其他都是文革。这是后边的，文革以后的啊，真是再看一看，但是这个规模就比较小哈。我看那什么色达那个天葬台，哇，好大的。你肯定去过色达。没去过，我是看视频，有点不敢看。但这里还好，这里是比较，只是看这些碎骨啊，这些可以看一下碎骨。那个是秃鹫的毛，那个是绑尸体的那些绳，这个石头是里面有弹层的，对，冬暖夏凉的作用的，尸体不会腐败的。行，谢谢师傅。